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晨曦森林。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关于索尼相机跟索尼镜头群的一些话题。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台是索尼的 A7R3， 然后我搭配的这个镜头呢是FE352.8， 是一个非常小巧的镜头。我如果随身接拍的话，除了一些卡片相机，我最愿意带的还是这个索尼的352.8。最开始索尼出整个微单产品线的时候，它还是以这个重量的考虑为主，所以特别是在 A7R 跟 A7R2 那一代呢，整个相机的重量就会特别的轻巧，整个产品线镜头产品线的设计也是往这个轻量化小型化的方向去发展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整个镜头产品线呢，它一个比较轻的这个设计，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早期的镜头。那352.8其实也诞生于微单刚盛行的那几年。后来大家反而在这两代相机在这个生产啊、选型啊、制作的时候，又重新回到了之前走这个大体积跟大重量的老路。一些比较典型的代表，比如说尼康刚出的 NOX 0.95 光圈开口到 0.95 的镜头，但是它整个镜头的体积跟重量呢就控制的不是特别好啊。虽然它是一个主打性能的镜头，我们看到一些这个 Prime Lens 啊，一些高端的定焦镜头跟一些高端的这个 Zoom Lens 变焦镜头依然在往偏重型的这个方向去发展。我有一个心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心得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手上的拍照设备重一倍，那你就会两倍不情愿的把这个东西带出去。我最开始摄影的时候使用的是尼康 D80， 但那个时候整个数码时代已经转型到全画幅。我用尼康 D80 的时候是一个长幅的一个设置，然后使用的镜头呢也比较小巧。但是当我换到尼康 D800 的时候呢，我顿时觉得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重了好多。我当时最重的镜头是腾龙的一颗1535 2.8 啊广角，那颗镜头是我用来拍摄风景的一个镜头。整个机身加镜头加起来呢已经到了接近2公斤的重量，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拿着那个相机扫街的时候，我的手腕真的是会断掉，因为扫街的时候你必须一直单手持机，然后时刻准备街头拍摄，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列了一个表格，我说如果把我现在手上的这些相机镜头换成索尼轻巧的机身跟镜头，我能轻多少？然后我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大概是，我能轻个也就1-2公斤左右。但这1-2公斤真的能把我从拍摄风光啊、长距离徒步啊、长距离街头拍摄啊、酒池相机啊这些痛苦当中释放出来，而且也让我会很愿意的拿着这个相机去创作。我当时在选索尼这个机身的时候，就很想搭配一个镜头去替代我当时的理光 GR2 街拍的一个组合，所以我就选中了这个352.8。我说今天很难拍到一些很满意的照片，因为对上海这些地方就比较熟悉了，然后也扫街扫了很多次。你好，我能给你们两个拍合照吗？可以。他，能不能在这个墙角这边？在这边，我觉得好看。对。这边有个牌子，就是有点挡。你面对我蹲下来好了，然后摸他的头。可以稍微看一眼镜头。
它叫什么名字？摩本，就是那个胶囊。现在呢，能让我看上的镜头，我只有两个原因能看上。我喜欢轻的，我喜欢小的。那醉客352.8它重量仅有120克，你可以把这个遮光罩拿掉，然后我上面还加装了一个这个保护镜。这个遮光罩的颜值我也是很喜欢的，它很像就是我们看到的电影的这个宽荧幕镜头，所以你把它一装上呢，我觉得哎颜值就非常能看了，好看夸。对于很多拍照的朋友，如果你觉得你要增加你手上的设备，你可能会先考虑这个东西它的出片效果是什么样的，所以就会看到网上很多样张啊，然后这个镜头的焦外啊，然后小光圈这个星芒的表现啊，镜头锐不锐利啊。但是我觉得 above all 超越这所有一切的就是这个镜头的体积跟重量，你只有实实在在的拿在手里，你才会知道这个东西称不称手。像我觉得这一颗就是一个特别趁手的一个镜头，虽然它存在着比如说紫边比较严重啊，或者说画质并不是最锐的这些问题，但依然不影响我很喜欢它。你的礼物 A7R3 352.8，噔噔噔噔。那么呢，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一个街拍的相机设置，这个是针对索尼系列的机身，你要怎么去街头快拍来设置的。那么呢，它的设置我一般呢，这个 C3 就是左手边的这个按键，我会设成对焦模式啊，它在AFS 跟手动对焦之间切换。我如果是街头快拍的话，会跟其他相机一样放在这个快拍模式，所以我会通过调这个电子光圈环去设定一个我要对焦距离，我一般设置是在显示2米到3米之间。但是索尼相机呢，它这个电子对焦环由于不能非常的精确对焦，所以你只能对到2到3米的一个大概值。那档位呢，我一般放在 M 档手动档，然后设置一个比较快的快门速度，比如说320分之1秒，然后比较小的光圈，比如说 F6.3 F7.1，然后感光度自动，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我控制了对焦距离，控制了景深，控制了凝固我想要的动作瞬间，那剩下的曝光就让相机通过调整角度去调整。那这就是我最常用的一个相机街拍，索尼相机街拍的一个设置。拍照小技巧，就是像这种比较不是繁忙的街道呢，可能我们找到一些比较理想的会有故事发生的地方，会这种 camping 就是站在那个地方等那个瞬间发生。如果是比较繁忙的街头呢，有两种拍摄方式，一种是被动式的，就是你采取一种比较偷拍或者拍完之后打招呼的方式。那一种是主动式的，就是像我之前上一期节目我们拍那个318国道上的面庞，那是跟人物之间进行很多沟通之后，然后发掘他们身上一些特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拍摄。所以不同的地方你要采取不同的策略。过好了，你们先过，你们先过。没事，不好意思，这个光很漂亮。就是在拍摄的时候，我们要遵循当地的法律法规跟文化风俗。比如说，你在国内进行街头拍摄的时候，我国在最近不久发布了这个民法典，就有对于这个路人的肖像权有做一定的保护，所以确保呢，你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知悉这些法律法条，然
然后拍摄的时候，如果对方要求你删除的话，你就应该把它删掉。那像一些国家呢，它会允许你进行街头的拍摄，在这种公共的空间呢，你是有拍摄的权利的。但也有一些国家呢，它会不允许你，比如说拍摄未成年人的这个肖像，这么拍是违法的。所以你到每个地方要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文化风俗呢，是说这种宗教氛围比较浓的国家，它可能文化会偏保守。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很大方的去打招呼街拍，可能效果不会很好。但是像一些西方跟欧洲国家，他们人会比较开放友好，南美他们会比较热情一些。那这样的话，其实你跟他们互动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不同的区域的话，你的街拍沟通策略就我总觉得在阳光天在上海这些街巷里面走，就是也光是拍照，就是心情也会很平静。像在一些地方街头拍摄，你就会觉得在战斗一样，比如说纽约、芝加哥，因为那个随时都有很刺激的事情发生。然后像在什么古巴的街头拍摄，就会觉得很有趣，就随时会有人跟你打招呼。然后在有些地方街头拍摄的时候，你觉得很危险，像之前去海地进行拍摄，那个地方路上都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然后感觉时时刻刻都有人拿着枪指着你，然后当地的人会用法语走到你面前，然后跟你说一些你听不懂的话，所以每个地方的街头拍摄体验非常不一样。但是在上海就觉得还是比较放松跟安静，所以说大家在旅行，身边的相机就是最好的相机。这句话的时候，先赶紧掂量掂量自己要买的或已经买到的东西是不是会太重，是不是不愿意带出去。你首先要愿意带出去，才有便携一说啊。那轻便就是王道，轻便就是一切，真的轻便会让你的创作欲大增啊。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更多的地方，然后给大家带来更多更有趣的摄影话题相关的视频。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我们下期再见。